好了，以上就是兰蔻的绝对完美水唇釉的13色试色，没错，是整整有13个颜色。我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这个全部试色都试完了，大概是从中午12点开始的吧，录到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中间呢有出去吃一下晚餐，然后有休息一下。不过我今天就是一直上，在卸掉，在上，在卸掉，就是这样重复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今天的唇试到最后一支都还是非常的完美。这支唇膏我觉得基本上它没有什么缺点哎、欸。真的，如果要我讲缺点的话，我是会希望说可以再多一点浅色系的吗？我自己是浅色系的爱好者啦。这个系列这一次也是一样有添加精华油的成分，所以你擦起来会觉得就是唇有被滋润，就是擦了护唇的效果，但你并不会觉得会黏腻感不舒服，不会，因为我的唇很容易就是会干，很容易会脱皮，我是那种就是护唇膏不能离身的人，如果没有带护唇膏出门，我都会超级无敌痛苦的。但是如果是带这个唇出门的话呢，我就不用带护唇膏，它真的是可以当做护唇来使用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再来讲它的显色度，因为它的质地是属于比较轻薄型的，不是说一擦你就会觉得有一层颜色在上面，可能有时候你就想要淡淡的而已。那我今天就擦一层出门就好了。那你如果下午要约会了，那我再多擦一层，再多擦两层，你就可以变得比较饱和的唇色。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配你要浓还是淡，这种效果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好，再讲到它的光泽，虽然说它有添加那个精华油，但是你并不会觉得看起来是油油亮亮的哦。它这次做的光泽是属于比较漆光，然后是有那种镜面光泽的感觉，很像一层玻璃纸光感，我自己非常喜欢。然后再讲到它的持妆力，吃饱饭差不多就会需要再补啦，宁愿就是你多补几次，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反正它一支这么多，迟早要把它用完的吧，如果不用完是很浪费啊，那就每天都是擦很多次，我是觉得蛮开心的。颜色方面呢，我自己是属于红唇型的，我其实这一次试色呢，我都没有特别的去遮盖我的唇色哦，就是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红唇的人，就可以参考我擦起来的颜色，因为这一次的颜色呢，其实很多红的系列的，那它红的误差其实并没有很大，其实它用肉眼看的时候就蛮接近了。那当然擦在唇上，再加上我是红唇的，所以擦起来的那个误差值就没有太大。我觉得今天我这个影片就是给大家参考参考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红唇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4个颜色，先从我唇上的这一支开始，这个呢是326，这一支是我最最最喜欢的。我就是喜欢这种
淡的，然后裸粉裸粉的感觉，这支就是这个颜色。这颜色非常适合任何时候擦，不管你去上班，或者是你可能要去超市买东西啊，或者是你只是想去公园散个步啊，都可以擦，你都不会觉得说，哎，你今天好像有刻意化妆那种感觉。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纯色，会很像你自己原本的纯色的那种颜色。裸粉色。第二喜欢的515，这个呢是秀智有差的颜色，它是比较橘色系一点的红橘，但是偏橘色，擦起来会觉得很有活力，很有朝气。所以我今天在搭这支颜色的时候，我是穿一个蓝白条纹的洋装，那我觉得搭起来就是你在随意的扎一个马尾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这女生看起来很有活力，然后她好像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，所以她还蛮适合，比如你要去郊外，就是去淡水啊，好天气的时候啊，去九份啊，或者是去海边、去垦丁、去澎湖，我觉得都还蛮适合带的这一支。好，再来是315，这个呢也是粉色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它也是秀智色，它擦起来是那种淡淡的粉红色。不过我个人是红唇，所以我擦起来我觉得它是带点比较偏红色的，它不是那么的粉，然后很适合约会，跟姐妹下午茶，上班也可以，这种场合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多功能的。可以使用的一支唇膏。最后是134，这是我选的从红色系里面选的一支，也是秀智色。然后这支唇呢，它是属于比较正红色，它没有说有带紫或者带桃或者带橘，它是比较正红的。那其实我自己平常是比较少擦大红色的唇，因为我的五官比较小，那如果擦大红色的话，通常会显得嘴巴太大，那看起来比例就很怪。不过这一支唇我刚刚试就觉得，它擦起来的效果并不会让你觉得血盆大口的，而且是会变得比较精致一点的唇，有可能是因为它是漆光的关系，所以你整个唇并不会觉得被放大了，反而是变得就是比较立体。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蛮适合可能去小酒吧喝酒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你去参加什么 party 啊，或者是烛光晚餐去约会的时候，然后跟姐妹下午茶其实也蛮适合的，但是上班擦可能会有点太张扬了，我们还是下班的时候擦它就好了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我的全试色跟我的心得分享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哦。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呢，请赶快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收到通知，你可以按订阅旁边那个小铃铛，只要我发影片就可以收到通知了。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